我现在就是要找箱子，谁敢阻拦我找箱子，我就撕谁。嗨，我的箱子，走吧，我看一下我碰到的人，我能不能撕，能撕我就撕，不能撕我直接按。 白泽玛，你也是怕我按不到吗？我该用脚按。我真想直接按了，我有特别强烈的预感，觉得我是方块，我想直接按下去，然后就解，就是第一个获胜的人。卡一下来，好，我的在这儿，我知道了，撕吧。 下一个，我不撒撒撒撒，不能死我啊！快到15分钟了，你早着呢，你还，你早着呢，你早着呢！撒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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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杀哥之前你已经被白鹿撕掉了啊，那我这个算周深撕的吧？不是，这个是白鹿先out，这个杀哥先接回去。宝贝，白梦岩绝交。我马上陪你啊，我马上陪你看。红桃九张大的out，红桃九张大的out。 你看看，扣都给我揪掉了都。out了，这是几码？真的，我还有6分钟。哇，这有一个。哇，找到了，我就在这儿，写了我的名字。 现在，其实我有机会在这儿了，试一下我的运气。我先去撕一个名牌，这样至少能排出一个颜色，要么排出红，要么排出黑。行吧，找到我的箱子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距离红桃 A 里程淘汰的时间还有5分钟。谁？绝了！距离红桃 A 里程淘汰的时间还有5分钟。 找到这个装置了，哎，哎，no，回来，no，回来，no，算了，我去，找找别人，不带这样的，哎，在这儿呢。 时间了。
我没有时间了，马伯贤回来！不行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在这只能跟他转圈了。我没时间了，我去蒙一把。就算是我私告名牌，我也得上到三楼，才能有结果。现在估计也就剩个一分钟了。必须找到正确的花色是什么，按响它，危机解除。打黑牛，选黑桃，选黑桃。爆炸了！炸弹解除失败。李晨 out。 哇，原来我的正确解除按钮是草花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红桃 A 李晨 out。 Yes。 红桃 A 李晨 out。 我可以去找一下我的那个。距离红桃二马伯骞淘汰还有五分钟。谁要敢撕我，我自己引爆。别别别，你看你欺负老年人呢，这咋还欺负老年人呢？我不碰瓷儿啊，我碰瓷儿，我不参与，纯路过，纯路过。那我给你按。不用不用，我有手，我有手。呀呀妈呀，碰了！我有手。呀呀妈呀，碰了！炸弹解除失败，沙溢 out。这可真的不怪我，我是在这爬行当中碰的，这都行。距离红桃二马伯骞淘汰还有三分钟。呀呀，总是这样，这种结果，就是这谁撕谁呗。别，理智，咱俩还是坐一辆车过来的，你要理智啊。不是，别。别，你要理智啊！哎呦，别，冒犯，没有，没事。红桃三郑恺 out。主要我也有点跑不动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说算了吧。能知道什么？撕掉一个人的名牌可以排除一半的错误答案。50%/50%吧，排除一半的花色，所以是。解除失败，马伯骞 out。 其实正确的是这个。正确的是对啊。 OK。 马伯骞 out。距离红桃四宋雨琦淘汰还有5分钟。我先把我的点找到。哎，是那个吗？是谁的？哦，我的。
OK， 找到我的，那就撕呗。我要找 baby 姐白罗，让他们俩先帮我撕掉了。什么东西进去？是我。你见到我的那个了吗？没有。那我应该在上边。我陪你上去。好。我好害怕呀。但等一下，我们无论遇到谁，我们都不要撕对方。好，我们不撕对方。OK。baby 姐在一层，她的路太远了，我下去再上来，我的这个冒险比较大。你撕到没？谁呀？